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回到过去，你愿意吗？过去的意义本来就是教我们不要回头。如果可以很容易把一个梦变成现实，除了容易长胖，哪有那么多容易？知道不容易，那就努力点，踏实点。总有些事在我们生活中磕磕绊绊，但好在所有不顺教会坦然面对，这就是长大吧。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回到过去，你愿意吗？如果可以很容易把一个梦变成现实，如果这就是长大吧。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超能力，天赋只是热爱和专注。缓慢又笨拙的路上，谢谢你们陪我长大。